哎呦，教练苦，教练累，教练的世界很狼狈，教练的辛苦无人知，只有自己眼泪流。哎呦，今年的学员啊，真气人啊，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，简直都是奇葩呀，生无可恋。哎，扩个嘴瘾就行了。下一位，还有没有人啊？下一位，啊，来了来了。教练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教练辛苦了。不辛苦，不辛苦，为人民服务。练了多长时间了？哎，知道第一步该干什么吗？干什么呀？系安全带。这最基本的常识都不懂，你还练什么车呀？哦，懂了懂了，教练，系安全带嘛。哎呦，喂，快点儿。快点儿！哎呦，系好了，教练。不是我说你，你往哪儿系呢？啊？这是我的安全带插口，你的插口在你这边呢。不，你插到我这边，那我插哪里去？你还给我拔出来了，你是不是？有病啊你！不好意思啊，快点！不好意思啊，紧张了，紧张了。这有什么好紧张的吗？这都练了多少天了都不会吗？系上，这儿呢。哎呀，哎，来来，好了没？嗯，好了。我这不是心理素质不好吗？教练，这下系好了。系个安全带，磨磨唧唧的。好了，打火吧！啊？打火！啊，打火呀！快点儿！干什么呀你？啊！你不是说让我打火吗？我说的是给车打火。不打火车能走吗？能启动吗？那给车打火不就爆炸了吗？我还没结婚呢，我还单身呢。这都哪来的神仙人物啊？这太奇。我说的是给车打火，点火，点火，看到没？点火。明白了吧？哎呀。好了，这个经济杠，你怎么把广播都打开了？来来，好好好了好了啊！哎呀，教练，嗯，这车不错呀，听你声音挺带劲儿呀。不是我说你，你是来学车的还是来买车的？我都懒得跟你说话了，来来，挂档。哎我的大姐，这是手刹，这才是档。这么大你看不到，这不都一样吗？教练，好了好了，你打这个左转向灯，打啊，左转向灯呀。嗯，你又拨，别弄了，你干嘛呀你？我这服了。哎呦喂，哎，你是不是看我这玻璃不干净，还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让你打转向灯，不是开雨刮器，转向灯在左边。哎呦，没有一个人让人省心的，都是大爷。行了行了，先别练了。你再这样下去啊，我这个车得散架。我问你几个理论知识吧。啊，这个好，理论知识呀，我拿捏的死死的，你随便问。你不吹牛能死啊？你吹牛，听好了。说这个夜间开什么灯？夜间开路灯。嗯，睡觉开台灯。我说的是啊，你晚上开车开什么灯啊？这样啊，
我妈说了晚上不让我出门，有坏人还有野兽，像我长得这么漂亮如花似玉的出去太不安全了。我就想不明白了，哎，我的问题跟你长得好有直接关系吗？啊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，反正坚决不出门。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晚上不出门。行行行，那我问你，那要是白天啊遇上那种大雾霾怎么办啊？那就更不能出去了，伸手不见五指的，啥也看不着，我出去我脑袋让门挤了，不出去。你说你白天不出门晚上也不出门，那你学这个驾照有什么用？有用吗？教练，你说的也对啊。啊，我学这个干什么呀？也没什么用呀，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不练了不练了，回家睡觉。你啊，你不练的话我学费不给你退啊，我不退学费的啊。这都什么学员啊，算了，不练就不练吧，反正学出来也是个马路杀手，不学也好，就当是被社会除害了。哎呦，现在的年轻人啊。